已然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你知道我们上礼拜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第三届美洲灵粮特会，影响世代的教会，感谢主的保守看顾，我们的特会圆满成功。阿们。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特会，无论是服侍的同工还是参加特会的会众在这三天的特会时间里面，通过敬拜，通过牧师讲道专题，有领受到很多很多感恩，很多很多恩典，哈利路亚。那我想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领受，但是相信有一个感受是一样的，那就是神的爱和恩典永远没有离开我们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奔向爱我的神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击掌拍手。上帝神马可威，却有丰盛的恩典，信靠你，我们来奔向爱我们的神，是主，因为你是那信实到永远的神，是主，你对我们的爱是那创立之初就已经从亘古就有了，哈利路亚，是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真是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的爱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是主，你蛮有智慧，也蛮有成就。是的主，你对我们的应许永不落空，你对你的权柄也是要存到一起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做儿女，这是何等的一种荣耀。或许我们有时候忘却了你，但是你却从未忘却我们，或许有时候我们背弃了你，但是你从未离开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
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向你来认罪，是主，求你饶恕我们过去的罪过、罪犯，是主，求你饶恕我们会因着这个世上的疲乏而对你的冷漠。今天早上，求主再一次将那一颗起初的爱、起初对你的热情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，是主，我们要再一次起来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特会只是一时，但是主你将这份爱、这份热情却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重新燃烧起爱你的火焰。是主，是主，我们爱你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，我们希望这样的关系乃是要从亘古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的宝座从太初你的亘古就有，你以威严为义，以能力扶摇世界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主啊，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的旨意满有智慧，荣耀成就，你心事不改变，你是永配的
天天来数算你恩典，那你恩典是何其何其的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早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教会十五年历史，一路走来经历风雨，我们仿佛看到 actually 确实经历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挑战和困难，但是我们看到主你预备的是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是是的。2016年呢，是我们教会要翻转、要进化，因为我们年底我们的新纲就要建立了。我们乃是要真正告别旷野，走进了你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。阿门。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，我们前面的困难还很多，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。有主与我们丰盛的粮仓同在，每个弟兄姐妹同在，我们就不再惧怕。神主，求你来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预备。也是主，求你将这样一颗摆上的心放在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每个人都能够全然献上为你所用。我们说我们要成为有影响世代的教会，我们乃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我们要从作为一个影响我们身边的一个人。主，求你将这样的一个复兴，将求主将这样子一个更新的灵放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，让我们影响我们自己每个人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来影响我们这个家庭。哈利路亚，来影响这个教会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影响世代、做主荣耀见证。哈利路亚，是主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何等恩典》，让我们来思想，无时无刻的思想主给我们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真诚的心，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我的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。
恩一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有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来呼喊我们阿爸父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得救蒙恩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，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。今天早晨就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，为这样的恩典我欢呼赞美。把我们在当中继续施行恩典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壮大。你的宝血今天早晨要厚厚遮盖这个地方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忧伤，我们的难过，我们的好像很多的这种烦恼，你要今天通通拿去。今天早晨有得享安息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让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